我选萝卜刀喝。我选猫和老鼠喝。啊，怎么就剩一个白色盒子了？这个会是什么呢？皮皮，有可能你这个是最厉害的。好了，现在进入到你们各自的盲盒世界，开始考试吧。我的游戏考试是什么呢？啊，是萝卜刀怪，我进。打败萝卜刀怪。啊，好大的萝卜刀怪，我怎么可能打败他？哈哈哈，打败我，打败我，萝卜刀攻击！魔神，魔神，召唤冰球攻击，趁现在攻击，冰锥，我扔，我扔。你还挺厉害，萝卜刀我扔。魔神，哈哈哈，不过如此吧。哼，看我的。召唤光之剑攻击！我成功了！我来看看我的游戏通关是什么。啊，原来是猫追老鼠！啊，居然还有汤姆！啊，太刺激了！你还有三次机会，被猫抓住或者触碰机关都算失败。啊，怎么这么难？游戏考试现在开始！我追！啊，怎么跑得这么快？我跑，我跑！叉子我扔！奶酪可以增长生命，奶酪我吃，叉子我扔，我跳，我躲 ，yes， 我过关了，哈哈哈，好期待啊！我看看我是什么游戏考试呢？啊，怎么是装扮了呀？可是我是男孩子，装扮要求古风公主啊！我要怎么给我自己穿裙子？可以不装扮吗？不可以，必须要按照说明把自己装扮好才可通关。好吧。古风公主，我给自己换个发型，这个不好，再换一个。啊，这个好。接下来是裙子，五花，五花，这个不好看，我再花，就是这个了，白色的我喜欢。装扮完成，啊，我简直太帅了！检测装扮，检测中，考试合格，耶，合格了。这次游戏考试，奇奇、妙妙、皮皮闯关成功，假期各自延长五天，耶，五天哦，五天哦！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玩哪种游戏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